呜呜呜呜，屌佢班死人大陆里个老母臭花系，嗰班冚家铲大陆贼仔，无天葬无地在啊！呜呜呜呜，我唔够制啊，真系冇阴功啊！头救咗十病血洒桃花扇嘅菲林，呜呜呜呜，喂林细妹，咪捻喊啦，算我哋当黑把啦。洗隻光头佬喺中央瞓咗成3个钟头街，只扑到3张超等靓位嘅灰鞋动作，刺激粤语有声片，血洒桃花扇，戏飞。想话睇下嗰条依家响西洋人里味道是藏尸流树做文案，果斗过气靓仔差佬郑生，拉埋佢粒似孤顶郑慧心嘅影画戏。掉那马，依家冇晒行啦。万全公司豪花城吴盘咸龙，尹启明公司响筲箕湾嘅片场嚟摄制，麦少夏编导。呢出戏有孤寒总林坤山林露入花丛，装靓女冲凉，靓女郑孟霞唱歌歌跳艳舞，剑光闪电飞鸿，型仔差佬郑生做飞天英雄，卖弄风流绝技，长颈怪物朱普全。向靓女扣分，笑撚死你无命陪，侧头坏蛋周志成，专做打差學，刮尾龙刮水，余良做奇王无捐救仔灾民，虽在扭唔过孤寒总林坤山，跌打老刘希文惨遇胭脂虎，傻路蔡子睿又浮被困酒店机关，扮拉妹妹仔萧月华专门整贵啲书啲纸。受骨仙郑君绵惨遭战火摧残，仲有云英、郭秀珍、李珍妮、童星郑慧心、麦少峰、余丽华，拉埋成班湾仔落黑道门牌290号银星音乐社嘅啲大佬唱加班，拍足成年纪，至搞得掂。中华民国29年9月27号礼拜五朝头早10点半。筲箕湾启明片场用布将个十病菲林包裹，洗条倒米火机凳换，搭叮叮送去大马路门牌270至276号中央戏院。条契弟响广新巷落车，放低成包影画戏响骑楼底，烧香烟仔摊扑，有斗卖墨水笔嘅烂摊，喳喳低聊佢帮衬买墨水笔。洗衫四条死铲围住佢，静鸡鸡塌咗锅包，血洒桃花扇，呢镬搞到我哋扑到飞都冇得睇影画戏啦。柏林家姐，你讲嗰条花轮 can 郑慧心原本响英皇书院读翻书，今年只得过14岁，就已经始足佢老嘢咁靓仔幽形，人死我哋呢班姣婆。虽在上年3月28号礼拜二晚头黑6点，拉埋个英皇书有路镜波，同埋10几条花靓，齐齐静鸡鸡离家出走，话要死返唐山，加入国军嚟打萝卜头咁话，留低封信俾佢老豆郑生拉后弟那。父母亲大人膝下敬品者。不孝男慧心因日兵侵略我国，我同胞流离失所，男子有舍身为国为国投军，领为沙场战死，马革裹尸而返，争回民族光荣，自古云尽忠不能尽孝，以免伤心，若我同学到报后寄信而返，书不尽言，此请福安，不孝男慧心品。另一封俾佢阿嫲话：祖母大人膝下敬品者，不孝孙慧心因王投军，请勿挂念，慧心谨信。呢条僆仔个胆真系大过个沙煲啊！心肝宝贝嘅波姑永姑前世冇有洗经。包片唔见咗后，吓到邓焕即刻打电话翻睇明片场。片场揾旧摆做差佬嘅男主角郑生帮手，
郑生即刻报一号差馆，华探长曾长留之，即刻发省几十条马达，反转中上环，响苏杭街拉希利街处，听到有条22岁嘅古惑仔李志响处讲呢单嘢，塔佢翻大馆坐花厅，逼佢爆表，再落翻希利街果树，周埋条墨水不烂坦，自公出果十卷，血洒桃花扇，收埋响永乐街门牌44号。果条专医生仔嘅南洋女医师张家宝过楼梯底说：皇家香港警察真系扮拉。2点钟咁多多时间就破到案。依家我哋可以落中央睇戏啦。